这里的地方就比较多男生了，王都。想逛吗？还要去溜达。对对对，冠冕堂皇的这个想法啊，一定要好好了解大家，还要了解他们的食物，对不对？他们吃了什么东东，我们都要了解。很重要，很重要。少しでも知っておくことは私たちにとって大事なことだよね。もっともらしいこと。有时候如果丹娜会不会全都女角，男角应该男主角应该还是会想要用啦，毕竟人家是男主角呀，他是代表着我啊。监禁在贵宾室。またつなぎ合わせた手ぬぐいを伝って窓から逃げられてもかなわん。さすがにそれはもうしないと思うけど。どうだろうな。お忍びのため自室に隠しとく。調皮无理。自己房里做暗门。バレてたの。お前の腕なら万が一はないと思うが。とにかく悪目立ちをするな。好的。何か問題が起きたらくれぐれも厄介に一人で首を突っ込む。唠唠叨叨。わかりました。所以现在是逛街，哎，逛街时间可以跳两下，真好爽。这刚刚超抢眼的，一直在我们后面。那有很多地方都有红色的，所以我觉得就四处看看啦。男主角也可以信走，所以大家都认识我，嘿嗨，美好啊。远处看看，呵呵。哎呦，感觉这里的人民也都很棒的感觉，很和平，然后也很会互相帮忙。真的，两段跳超爽。像我觉得玩那种手机游戏还不一定啊，但是以前玩 online game 就觉得一定要有跳跃，那如果可以两段跳，那就一定更加分，嗯，就觉得很爽。巨树的恩泽与我同在，这里看得到巨树吗？你看你们建筑太大，都挡住巨树了，傻眼。欢迎，很害羞，别害羞，没事的，要鼓起勇气。呀，どうも。呀，どうも。不用操心。还蛮期待看到王太尼。会不会是之前偷偷潜入的那个小女孩？感觉也有可能，不过那还蛮年轻的。哇，这是怎样？心音是不是？远距离心电感应。不要！不要！我们要继续逛，我们要了解这城镇，对不对？没有，我们其实在做人口调查，哎，看看有多少的妹子，嗯，这很关键。有些不重要的，我们就不特别聊啦。修道女大人。修道女，好酷哦！会用法术。然后这
真的感觉超大的地方哎、欸。杀下！你看这要看到他们，哎、欸，他这个其实很细腻，他脸上的皱纹感觉都可以看得出来。你们有没有眼角呵呵？一点年纪的妈妈，哎、欸，为什么这里亮亮的却不能对话？哦，要绕一圈是不是？藏在秘密的房间里。相信他一定是个大正妹。哎呦，果然是个妹子，可是跟外面的那长一样啊。家父是个没用的。难怪会藏在那么隐秘，有没有？我老爸没用，我老妈超胖。太好笑了。缺不能走，这还蛮多地方也是不太能走的。这里吧，这里刚好没走到。哎呦，被发现了！怎样，要我签名吗？真的是，他们的服装都是这样子。我觉得台湾原住民如果穿这样的服装也是不错，但是也要尊重不同文化、啊。不晓得哪一种原住民是穿类似这样的服装，我会还蛮支持的，因为对不对？就是夏天这样穿就很凉爽，很不错，方便活动。李弟，不同个性的小萌妹，那表情都还有做到、欸，不用你们替我操心。嗨，要睡了，这么早休息，晚安晚安。学习礼力，哇、哦，感觉很酷哎，可以利用礼力移动小石头，这样我也可以运用礼力让人家衣服飘起来，有没有？这样在洗衣服要晒衣服的时候就不需要有衣架，对不对？直接就可以飘在那里，还不错。哎，好，往前走走走，感觉越来越走到一些神秘的地方。似乎上锁了，我们需要 key。I need the key， 真险！其实我们已经走到根本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这地方大到爆哦！正要嘴一下，他就不能走了。哎，衣服飘起来是晒衣方便吗？是啊。我的脑袋只能想到这样啦，看你们还能想到什么？我脑袋太小了，愚昧的我想不到别的。没事。这个也要拍很久吗？这就玩到破关啊？那还用说？其他地方我应该都走了吧？刚有往这里走过吧？对，好，前面那个兽车好酷哦！那这里也有，
好酷哦，很像三角龙的感觉，有没有？哎，就直接往中间走啦。摄影师棒，使用的履历会借由这里来征服。哦，你以为我要跟你讲话吗？我有偏不。好，他感觉很关键的人。居然想要偷懒，这里的人感觉都特别特别的厉害。我的直觉经验法则，调律的方式就是用直觉啊，这就是天才与一般人的差异。哎呦，所以一般人也可以来这里观赏，还不错。哎呦，前面有可以储存的。两个月亮，大树还是看不到。哦呦呦，看到大树了，在后方。哇，超巨大的大树。大树跟高山也都看得到，所以过往丹娜确实就是活在这个样的一个时代。哎呦，正想要过去，那个水晶就被吸走了。好啊，我们也没什么好逛的。开门！走走走！来到了王宫。まずはイレーネ女王陛下がお二人にご挨拶されるとのことです。奥にある謁見の間でお待ち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发生什么事件呢？还是应该会发生一些事件吧？不然这样的这个梦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就只是了解他们的过往而已，一点点小事情。宮中で小耳に挟んだのだが、新たな女王となる王太子は今まで名を伏せられていたらしいな。何でもゆえあって王宮の外でお育ちになったとのことだが、小さい頃に大病を患って生死の境をさまよったって噂もあるよ。そうなのか。うん、王族としてはかなり変わった経歴の人みたいだね。うん、お前に変わってるなどと言われるのは不本意だろうがな。ああ、ひどいな。ひどいな。王太子殿下、果たしていかなる人物の会是谁呢？あ、没有人啊、就只有我们两个。女王大人呢？失礼いたします。巫女様、再市長様、申し訳ありません。陛下より先にまず王太子殿下が直接お二人にお会いしたい。王太女要先来见我们。なんと、失礼いたします。该不会是以前认识的人？是谁？太子の巫女、ダーナ様、再市長のオルガ様。こちらこそ初めて御意を得ます。殿下におかれましてはで、あれ
之前离开他们的那个人吧。冰崩冰崩。サライちゃん。どうしてサライちゃんがここに？当不成女巫大人没有关系，好吧？还有王太女可以当。